432赫兹是一种音乐频率，表示每秒震动432次的音调，它被视为一种非主流的音乐调调率，相较于一般使用的440赫兹。有一些人相信432赫兹的音乐有特殊的效果，例如全身修复和再生、正能量、治愈整个身体和精神、情感、身体、精神和精神康复、心河频率清洁你的思想、身体和灵魂、放开压力和忧虑等等。一些人主张432赫兹对人体有一些潜在的好处，虽然科学证据并不充足，一些信仰者认为432赫兹的音乐可以带来更深层次的宁静感、平静感，并有助于减轻焦虑和压力。然而，这些主张并未被广泛接受，且缺乏科学支持。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古典音乐作曲家专门使用432赫兹这种调律写作品。大多数古典音乐作品使用的是标准的音调，如440赫兹，因此很难提供符合这个标准的例子。传说近代音乐制作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调校至432赫兹以下是肖邦、莫扎特及贝多芬其中E432 的作品一 Chopin Nocturne in B-flat minor Op 961二 Mozart Piano Concerto No. 21 in C major 467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of Mozart's finer pitch 三 Beethoven Moonlight Sonata SGTMVM 你是否对43赫兹音乐有特别感觉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感谢观看。